悬疑问答。师父开示过，如果不能感受到佛菩萨给予的加持，就是没有悟性，就不能接受加持。请问师父，是不是只有坚定的相信佛菩萨，并发自内心的感恩，才能感受到佛菩萨给我们的加持？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这个是讲到这一个点上，嗯，对不对？感受就是说你要精进努力的呀，嗯，精进努力的人，菩萨会帮助你，这个排除万难啦，让你能够啊离苦得乐啦，啊、嗯、会加持你的，这不一样的概念，不一样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好，感恩师父。